啊，其实我是在大概一年半前开始用 Samsung 的电话，然后那个时候我首先是用 S4， 之后呢就是最近我才换 S5， 然后基本上两款呢是大概差不多一样的方式，但是呢它有一点点在外 sorry 啊，你快点啊，大概它的那个外形上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啊，我觉得更加的时尚。然后呢其实有很多的选择，然后我用的就是这个颜色，就是金色，我觉得是很时尚很高贵，很适合我这样子的女生用。然后呢它后面还有这样的设计，是有一点点点点的那个凹凸不平。Sorry 啊。然后就是有一点点这种凹凸的那个形状呢，我们抓起来的时候没有那么容易滑下来，而且感觉那个设计是很有前卫感。还有就是呢，我现在就是跟这个 Gear 2 pair 在一起。Sorry。好了好了，别闹了，跟大家认真说说我跟 Gear 2的关系吧。首先，运动的时候 Gear 2简直就是最佳的凉伴，我可以随时利用它来测量心跳啦，计算消耗的卡路里啦，还可以设定目标等等等等。那这次呢，我就跑个1公里吧。那一个人跑步真的很闷咯，开音乐来听听，跑起来更加有感觉。哎，等一下，看到有趣的画面马上拍下，从手表立刻就可以连接到手机，可以随时 PO 上网的哦。用 Gear 2最有型的部分就是开车的时候了，我不用开电话也可以阅读简讯还有各样的通知，真厉害。要接电话和打电话都不是问题，不用麻麻烦烦戴耳机了， Samsung Gear 2就是我的 hands free。 Hello， 你吗？到目前为止以上的功能我觉得真是酷呆了。 Samsung Gear 2和 S5 也有一个很精明的设计，就是都是防水的，只要浸在水里面没有超过30分钟都没有问题，像对我这样粗心大意的女子，呵呵呵，是绝对贴心的啦。那 Samsung Gear 2呢，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功能，我没有办法一一跟你说完。例如，可以当遥控器开关各式各样的电器，不一定是 Samsung 自家的品牌也可以连接的哦，很厉害的哦。还有就是在设计方面我觉得很高贵很时尚，我可以随时更换 wallpaper 还有表带，可以很容易搭配衣服，真方便。所以以上这几点呢都是我喜欢 Gear 2的原因，很厉害吧。好，谢谢你啊。等一下，刚我拿两个电话出来，我的 S4这个 Gear 2哦，很厉害的，可以找回我的电话。Find my device。太坑了，喂。啊，VS 吗？